吗？好吃的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们没有直播。他今天第一次来这里，我第一次来这里。是哦，一个多少？80块，80块。谢谢。哇，我一人一个。谢谢，谢谢。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いです。我觉得台湾的香肠又大又好吃。这是有孩子好吗？叫什么？猜猜看，我今天来哪里呢？然后今天有一个 guest， 我今天跟全台最辣妹的风流美女一起来夜市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小杨哥 ，I'm hungry。我想吃完烤肉吗？还没，我也没有吃完。我想要吃烤肉。Okay. 而且我第一次来这个夜市，真的哦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来的夜市是。台南的花园夜市，哇！竟然他没有来过这里哦，哇！哇！天啊，真的！哇！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。我很喜欢吃汤姆。我知道，我先吃肉。肉。在这里拍比较贵一点。这里吗？哦。这是门口啊，就贵一点。我们里面有吗？哦，好好好。没有，原来是这样。对。哇，怎么这么热？哇，对呀、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好多人是可以的。哇，打野多人的，很多人，好多人啊！哇，哇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哇，这什么？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们没有直播。他今天第一次来这里，我第一次来这里。是哦，一个多少？80块，80块，谢谢，哇，我一人一个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美味しいです，美味しいです，啊，对，我是韩国人，韩国人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大家记得我是蒙古人啊，哇，老板，这是老板，招待，谢谢老板，这是老板。我先试试看。Yummy， 嗯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嗯，应该是鱿鱼吧？不对，干贝。好的，嗯。老板很赞哦，感谢老板。吃肉了，吃肉了。嗯。就是那个汤姆炉，等一下我们吃这个。是韩国有吗？有韩国有，蒙古没有。没有。那你有吃过吗？每次来夜市都是吃这个，然后最喜欢吃。我想要吃牛肉，我想要吃烤肉，我想要吃什么肉都想要吃。Guys， 我觉得这个还好，因为我常常吃肉，我吃肉的标准很高。哦，不会随便吃哦。哦，猪头了，猪头了。哦，这里有你。哇哦，我们来吃这个好肉。哎，我们的臭豆腐来了！我今天人生第一次吃臭豆腐。好，是臭豆腐。恭喜你！我第一次吃到臭豆腐。嗯，好像我知道闻起来不好，试试看看。哦，哦，好。但是我们闻到就知道，哦哦，对不对？好，试试看。那个脸是什么？嗯，可以加一些泡菜，台湾泡菜。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啊，怎样？还好对不对？吃起来不一样，对，味道我受不了，但是吃起来还 OK， 味道还 OK。嗯，成功了。但是我们早早饭，有帅的老板的。自己说的，我没有说的。我就乖乖做我的臭豆腐。这好像可以吃的哎。是吗？哈哈哈哈哈。喂呀。我来夜市，就是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这个，因为在蒙古没有这个。我也是最喜欢的东西是。这个是甜点。甜点吗？这是什么甜点？原来算是甜点吧。还有很多 sugar。对啊。就是台南一样甜。OK guys， 我的是草莓。真的假的？
两碗、三碗。你这个水果好酱酱的，哇！嗯。你哦，开心吗？这个很好吃哦，是什么东西？其实我没有吃过这个，我很好奇，所以就买了。好吃耶，你吃吃吧，好吃。它不是冰的呀，我也是冰的果冻。好吃，好吃，又漂亮又好吃。我都可以。加一点点辣好了。没有辣嘞。哦，真的。ketchup 好。番茄酱。对。那我喂你吃，一个啊，美女喂我吃，要什么颜色？红色，对，不好吃，这个很可爱呀、我很喜欢这个蛋，真的，蒙古有吗？没有，好吃，真假的？我其实很喜欢来台湾的夜市吃东西，可是卖的，可是没有来过台南的夜市。第一次啊。这个有点像那个，就是 egg 鸡蛋，这是蛋，可是它是什么蛋？应该是小牛的蛋。对，不知道中文怎么讲。我觉得夜市就是最重要的是你吃东西，然后就掉。不然一直带走很累很。对。现在我们就饭来了。台湾牛排。真真。我刚刚买最贵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好吃，所以跟他说哪个比较最好吃。软软的。还不错。这个面也好吃。Good。这个刚刚我们买的是180块，180块吗？在夜市算是贵的。谢谢。哇。可以有爆料吗？我们要吃香肠，我特别喜欢台湾的香肠。这个什么？OK。Oh my god！ 然后他想一下。哦，你现在有点。好吃。你想什么？我觉得台湾的香肠又大又好吃。这里有孩子好吗？叫什么？好吃，台湾的香肠好吃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香肠？哪一个国家的？想一想，蒙古比较好吃。台湾的香肠比韩国的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说香肠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没有想什么。我们吃饱了，然后现在要回家了。热，好热。今天没想到晚上也这么热。第一次台南的夜市体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台南我觉得第一个跟其他城市比起来人比较多，有可能是今天礼拜六的关系。啊，对，明天是礼拜六。然后装饰也蛮多的。Subscribe right now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订阅哦。拜拜，下次见喽。下次见喽。